双宋 CP 婚变，有传是宋仲基出轨宋慧乔的化妆师闺蜜，不过新传闻又指宋仲基与阿斯达年代记同剧女星过从甚密。据报道，宋仲基在今年情人节时被目击到与阿斯达年代记剧女星金玉彬在经纪人的掩护下在蛋糕店约会，甚至有爆料者指出宋仲基与金玉彬在野外拍摄时同住一房，在片场附近也看过二人同行的身影。不过目前宋仲基金玉彬双方尚未对此传闻做出回应。非凡娱乐实时报道。